上周五搬家，这个地方住了一年，刚好一年，很新很舒服。这是我搬家后很干净的样子。什么时候最干净？就是我不在的时候最干净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想我会更少东西一点。然后这里右边其实是放洗衣机，这是洗手台，还有我的浴室，小小的，但是都很新。第二天朋友载我去机场，天气很好，好像很欢迎我走一样。从飞机上看很多山，我四年前来的时候感觉也是这样的，然后现在我要走咯。到东京羽田机场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个机场，一般我是用成田机场的。我特意穿了很宽松的长裙，不会勒肚子。坐后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吃吃喝喝一路十几个小时，也还没有说很难熬。从伦敦转机，超级赶的，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一直说我的东西很可爱。到荷兰了，噔噔。